这地别旧啊，帅点脏。以前恩将一笔勾销。第二遍秀，为了咱俩都是官，弟弟深思，我知道。这第三杯酒，为了你救我一命。说吧，今天找我有啥事？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来了，拿两杯。这三杯酒我敬你，你说啥事情？待会找谢老大，找谢老大，你找他干啥？我今天来找你，不是为我一个人，而是为工地上100多号拿不到工钱的工人。我知道这里头事儿你比较清楚，找到谢老大就是为了跟你们老板打官司，拿回我们应该得到钱。找不到的时候，我们100多号人的工钱彻底没指望了。我杨志刚这辈子为自己事儿从来没求过人，谢老大在那儿其实我知道，你知道谢老大在哪儿。